我要解说的是瘟疫面具人。首先我们260黑色做三个炮，然后换白色做连接，白色做两个六，然后黑色在后面一二三连接，黑色做三加三双炮，然后做四凶耳两个，身体做二十，做四个，手160连接做十，两个凶耳再十连接，拐杖做四连接十二，帽檐我们做两个凶耳，然后围前160的，嘴巴160白色做一个弧度，穿过脸部中间到后面凶耳做固定。有点恐怖的瘟疫面具人完成。